老板，这杯水多少钱？4块。你家是黑店吗？别人家能卖5块，你卖10块？啊？再说了，上面不都写了吗？建议零售价5块。我不接受他的建议。再说了，别人来买4、5块，你来就是10块。我是看出来了，你是看人下菜碟啊？啊？你针对我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针对你。你在我这个店里混吃混喝啊，你骗吃骗喝，你骗的还少吗？白吃白拿的你。行，好吧，10块就10块，你给我打开。啊？你自己没手吗？嗯，哎呀，那个，晚上我同事聚会啊，在你这订点酒，能不能送？不送。我就说你这小破店也没有个30箱50箱酒的，不送拉倒。多少？啊，最少30箱。说啥话呢哥？能送。能不能送啊？能送，能送能送。多少钱？算一下。酒的话是30箱是900，然后这个水是10块，一共是910。啊，抹个零呗。那这样，那你酒呢？我给你送过去是900，那个水呢？我就赠送给你，免费给你赠送给你喝吧。哎呦，这还差不多。那你给我个地址吧，哥。行，你记一下。好好，我记一下。东经51度24分，北纬10度27分，晚上6点务必送到啊！你别给整这么洋气的，地址啊，哥，你正常说。非洲撒哈拉大沙漠，看见一棵树左拐，再看见一棵树右拐。啊！不送了。你不是说能送吗？那你让我给你送到月球上去，我也给你送吗？你不送拉倒去！哎哎哎！啊，水钱还没给呢。这水钱我给什么？你不是你赠送的吗？哎呀你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教练，这么着急忙慌的找我干啥？香香啊，我找你借3万块钱呢。啊？多少？3万。我给你卖肾去吧，行吧？那2万也行啊。没有。那实在不行，那1000也行啊，我着急用呢。关键是1000我也没有啊！你老说你着急用，那我老弟，他马上面临结婚，着急用钱，你说这钱我拿不拿？那这钱得拿呀！我二姨，现在搁医院住着呢，着急用钱，你说这钱我拿不拿？那这钱也得拿呀！我亲姐，做买卖亏的裤衩子都亏没了，着急用钱，你说这钱我拿不拿？哎呦，香香，你这比我难呀！这不是难不难的事儿。啊！就他们用钱，我都没借，我他妈借给你，你算个嘚儿啊你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师傅，火车站去不去？去呀，上来吧。开门，开门上。啊！咋上的这是？怎么大早上的喝？我跟你说妹子啊，你可别尿我车上了啊。我上次拉个乘客直接尿我车上了。不会，我穿了尿不湿。
哎，妹子，到了。嗯，多少钱？120。嗯？多少？120呀。我他妈从沙漠来的，就这么一咕噜小路，你收我120？你看，妹子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瓜子、饮料、棒棒糖，这不贵啦。这些我也没吃，我也没喝呀。那你没吃没喝那是你的事呀，我们给你预备了呀。扣掉你刚才亲我的那一口，啊，给你6块。我啥时候亲你了？我，你亲不亲呢？我给你准备了呀。你啥玩意儿？我也没亲着呀。没亲着、啊。哎，行，下去。你亲不亲你、啊？你不亲我就下去了。赶紧下去。啊！你亲我一个吧。哎，下去吧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交警，刚才你闯红灯了，扣6分。啊？你闯红灯了，扣6分。六分？嗯。那跟你一块儿。哎呦，不是这个6分，是驾驶证6分。驾驶证还没完。你无证驾驶啊？不是啊，我无证驾驶，这能赖我吗？是你们不让我考的，你们说我色盲，我认不出来那个色儿。哦，完了，你还色盲啊？这样子我要扣你车了啊！别，大哥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别扣车了、啊、下来扣车。哇，扣就扣吧，改明我再偷一台、啊、车还是你偷的。来，身份证拿出来。身份证。不是哥，你能不能要点我有的身份证？我也没有啊。我，你整点我有的，我没有。咋的啊，二流子黑户呀？那你这样的，来，你下来跟我上派出所来。还不说我可不去啊，我爸在那呢。嗯啊，咋的啊？你爸在那工作？不是啊，前天我爸偷了一辆电瓶车，被逮进去了，还没出来呢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正好，完了让你俩团聚，来下来。哎，你车里没大哥。